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iven 的卡子，三分钟柠檬拌蛋糕，耶、yeah, ，やっていきましょう。Yes， 今天也我用 Oster 的优解欺诈烤箱，欺诈烤箱也当然可以做蛋糕，很可爱的蛋糕。快到情人节，所以如果你有爱上的对象的话，用 Oster 的欺诈烤箱做蛋糕，拿去告白一定会成功。那我要开始做哦 ，Oster。好，那开始哦。这个是奶油，这个一点点融化的奶油，糖粉，先放三分之一，然后搅拌。要分两三次。然后鸡蛋，鸡蛋的三分之一，然后搅拌，分三次搅拌。这个是低筋面粉，还有泡打粉在一起。OK， 没有粉粉的感觉的话，柠檬汁抹底。好了，这个是这样就好了，两三次。就这样，然后拿去烤箱。我今天是烘焙的光啦，得75分钟。大概20分到的话，这个中间要切，然后再进去。OK， 烤好了。你看怎么样？很好看呢。这个上面涂柠檬汁，蛋糕店的感觉。Good， OK， 试试。妈妈的爱做好了，试试。这个真的蛋糕店的蛋糕的感觉。哇，柠檬的味道很香，很好吃。这个蛋糕的味道，告白一定会成功。Oster 的优解欺诈烤箱真的很厉害，它有欺诈锅的功能，还有烤箱的功能，所以一般的欺诈锅的话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蛋糕，但是它有烤箱的功能，所以可以做哦，很好呢。Oster 很像一尺按钮的感觉。 Sanosby OK， Thank you， 拜拜。